嗨，大家今天好吗？我是叶莱娜。 Midjourney 近期忽然推出了强大的图声影片功能，效果只能说是爆炸好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效果真的比许多现有的其他 AI 图转影片生成工具出色。第一次体验就感到无比惊艳。来到 Midjourney 网页版，可以看见右上方有图片和影片范例选项，可上传图片以便生成影片，当然也可以直接把在 Midjourney 生成的图片转化为影片。在左侧选单中的 Create， 点选图片上的 Animate，此时会出现数字，代表待生成的数量。再点选一次 Create， 或直接上滑至网页顶端，就能看到影片正在生成中。影片生成完毕后，还可以再延长时间，一次四秒，最多能延长四次，也就是共计21秒。点选 Extend Auto， 自动延长即可，然后就能看到影片接续生成了。我发现无论是卡通或真人影像， Midjourney 这个影片生成模型V1都能轻松转化，这点真的比 Sora 的表现稳定太多了。要将图片转为影片时，可以选择自动生成影片或手动输入指令，又各分为慢速和快速移动两个选项。目前的实测心得是，慢速动态会相对稳定，快速动态踩雷的几率相对更高，这点是目前所有 AI 影片工具都会有的状况。一如图片生成功能，目前 Midjourney 也不支援影片生成的免费额度，不过影片功能适用于所有等级的付费用户，以快速 GPU 时间计算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转发影片支持，我们下次见。